爹妈，姥姥姥爷，爷爷奶奶，凑一个，还指不定凑成什么样。您看咱们小时候，一个带一个，一个带一个就起来了。对，我姐姐7岁就会做饭，说父母下班回来，我们放学回来了，饭没做好，她得挨打。现在你说哪有？现在没有这个了，真是都给惯成这样。其实这逆反心理就是惯出来的，就是惯出来的。咱们那时候小时候没人惯咱。谁惯着您？而且您记住一个老话说得好，在家人惯着您，出门谁惯着您？这是您说是不是？这是这样。所以这孩子还得去历练，还得去锻炼，不锻炼不行。是，废了，不锻炼就废了。所以现在这么溺爱着孩子，其实没好运。您说，基本上，咱们说不敢说废物一个，也差不多少。他不像咱们这个，就是历练起来的。咱们现在这基本上废。对，你说6个人伺候这么一个，你这个爷爷奶奶还不敢打，不敢骂，不敢说，对，得看儿媳妇脸子。对，您说中了，这儿媳妇回去甩脸子，没错，高兴了人家。对，你像咱们小时候哪有这个？今天不搂你一顿算便宜，您说是不是？对，所以说跟以前完全不一样，没有那个味道，没有那个味道。